冷静嘛，辛苦小滚滚，我得先去蜜月套房等你哦，进来，别让我等你哦，救命！蜜月套房，然后才叫蔡振祥过来房间汇合，就是安尼就无人知影。恁两个若是真正反背我走囝，我一定要让恁好看。金明看是你看安怎？你也不是捌看过啊？我你是看袂顺。我当然嘛看袂顺啊！哇，我当甲千百万网红做一泡鸳鸯浴，我一世人哦，我结达啦！我等者啊，一定甲你服务甲满意。你若要服务甲我满意，那安尼你就要较认真、较骨力来才会用了。像你几点零啊？啊，你敢有叫 room service？ 那有可能啊！我要入来这个房间吼，就跟你分配入来啊。我要入来之前，我头前后边拢看袂无人，我才敢入来。我哪有可能哦？我不想知影咱两个做伙伫遮。那呢？咱卖菜，咱继续。我来找蔡振祥，应该跟你做伙才对。Uncle， 这哪有可能啦？啊，这都敢那我一个人啊！啊，你嘛知影我即阵嘛吼，替蔡振祥做算，真正足忝的。啊，我毋则想讲今日拄好来遮应酬，啊，我则替我家己订一间啊房间，啊，准备伫个遮泡个澡，放松一下。你一个人啊？啊，你真好啊！我拄好入来内面，甲你开讲。嗯，Uncle。咁是小鸟，系啊系啊，见雄东走来，一定是来掠狗的啦。若是会脏掉，我就死啊！陈振祥，你给他出来！陈振祥，阿狗啊，你看，那房间、那浴室你拢参观过啊，确实就敢我一个人尔。啊，你安尼一直无想要走，敢讲你想要跟我洗鸳鸯浴？你即摆是咧创啥？喂，我伫个试水温啊，阿婆，啊，伊浴室拢参观过啊，啊，伊伫袂走，阿公今天想要来个来搞洗身躯啊。